继续来看国内消息，开始风台落大雨，高雄的市区真济所在拢淹水。行政长赵永泰今是规工拢伫咧高雄勘灾。赵永泰嘛表示，已经要求主计总处整理今年度预算，照地方损害程度跟半字落去。要拿每年的预算会继续加强全台湾防大水、還有交通方面的建设。卡米洪泰离开了第五工作日，学校环境原是乱糟糟，各军出动人力加机械协助清理。高雄市桃园国中第一摆洪泰受创严重，有教室拄着土石流，石头涂刷有一人悬。要高龄教师四个拢是烂土、筋骨，估计这个学院经费要2000多万。县长报告，这里就是直接的第一个攻击点，当时候是整间教室都大概一个人高的50。防洪的标准，我们希望说，在高雄的这些区域排水的这个部分可以提高。另外，溪洛桥部分也吼水冲派去，溪内底有不少被冲派去的桥墩。高工局讲，涨水期之前有清除20万立方公尺土荒。桥虽然离老龙溪15到20公尺，不过也是予土沙冲派700公尺，加在赶紧撤离，无造成人员伤亡。桥当期也予桃园区梅山、南湖南、复兴三里，搁再变高度，部落申请要伫安全路廊搭高架桥，长达2公里的高架桥啊，然后在高度达到50米以上的高度的状况下，未来在韧性计划的范围里面，应该是可以达到一起的效果。如何让学校未来整个修建改建之后有一个更安全的处所？明白克路桥的那条路，未来我们能够怎么样想？透过交通部来想一条安全的路，让大家能够进出。这摆洪灾，全高雄至少209间学校受灾，所需要经费大约1亿2000万。全市有32处路毁损的灾情，后续的复建经费超过2亿。其他灾损也伫统计。杜英台讲，各地受灾严重，已经要求主计总处来调查今年度经费预算，会以刷班最急的方式，优先来指引地方政府上迫切抢险抢修的需求。未来中央会尽量调配预算，强化防水、治水、甲交通设施的建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